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的节操问题，而第二只为您呢下回的小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乐的为您带来的手游试玩。这款游戏叫做神秘之眼。哎，先看教学。你在游戏中控制女主角女主角啊薄荷，游戏目标是美到的那种人生。好的，哦，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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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始吧。哎呦，好漂亮的妹子，我靠我靠，这么屌。为何这么屌？薄荷的苏醒，难道他之前是昏迷的吗？啊，我家王突然非常神经病一样的看着我。屏幕上有点卡。他要收集这些水。我就汪在旁边又要开始卖萌，不鸟你，哥在解说游戏。好，这就算是到达终点了，咱们可以进入下一关。蓝眼模式这么厉害，哦，牛逼，真他妈牛逼。高端吧，大气吧，上档次吧，是不是很屌？这怎么办呢？哎，我觉得汪你不要叫，你好烦。诶，哦，那就先过来，让他再过去。啊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总算是出来了。然后我看出来之后，咱们人去哪里？哎，刚才这玩意儿不知道为什么又给卡顿出去了。哎呀，操，刚才他们又卡顿出去了，这破玩意儿什么意思？有那么不靠谱吗？现在老子不知道怎么过啊，关键是。哦，你确定是这里？不是呀，而且现在还没声音。我倒试过右边，但右边过不去的，右边蓝眼根本就哎呀，游戏崩了。哎，不要逗我，哎呀，
看好啊，这是对了的。那这边我不知道该怎么弄。哦，哎，原来是这样。可这怎么上去嘛？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啊，不对不对。刚才我是在哪进入的蓝眼模式？啊，尼玛大爷！不对啊，不对！啊，这是！哦，老子自己都忘了怎么上去的了。要看不到下面，哦，哥就过来了啊！懂了懂了，同理可证，同理可证。哥就上来了，哎呀妈呀，我的智商都亮了。是不是很不简单？这边的话，也是同样的办法。啊，这个技能很屌啊！等会儿，漂过来了，但是有一滴那个没捡到。只能这样看。好，从这里走进去，到终点了，是不是很屌？这个游戏也是非常考验玩家智力的，打开什么的，哎，我操，就这么简单。哎，尼玛！呀，啊，好，懂了懂了懂了。
哎呀，你看，你先给他弄一下。哎呀，我操！老子实在找不到办法了，你们来试一下吧。那今天这一期试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